首先那个包括竹简，它现在有5200多，数量的出土啊，在中国的这个汉墓考古里面呢，嗯，比如说于为了让文物活起来，海丰侯遗址博物馆呢将文物还原到场景当中，让大家在看展览的时候就能够知道海丰侯文物出土的这个使用的这个方式。